其实我们小时候呢，在学校呢，总会有一个老师是我们心中的大魔王。She's worse than 大魔王。这样真的好吗？难道我不该对学生有要求吗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师死了。周公讲鬼之行行又见鬼，星期一晚上10:30，八频道，你也可以在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全套剧集，并下载 Millison 随心选听更多周公讲鬼的精彩内容。